挑音乐馆委托台北艺术大学录制出版承启台湾南管专辑，21日发表，收录台湾老中青三代20多位南管演奏家的6首曲子。台湾音乐馆来讲哦，作为台湾很重要的传统音乐也好，或者是说我们整个存在台湾的音乐，现在范围慢慢的就要涉略到流行音乐，或甚至于说是不是最近的流行音乐，虽然流行音乐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了哦，不过早期的这些风格也都在。所以在20余位表演者中，有经营南管数十年的老前辈，有优秀的中生代演唱奏家，更有服毕业或正就读于学院的年轻学子，以其自身的技巧、历练和彼此的默契，对乐曲做出最佳的诠释，可作为老中青三代南管乐人的最佳典范。联合报记者林浩一采访制作。